灵气金菊，叫醒了直播在泥土中各种断眠的昆虫，我们也来动动身体吧。哟，我是节气守护神，在金菊这个节气，我有三个超能力：桃始华、黄鹂鸣、樱化为鸠。宝石发亮的时候，就可以发挥三号超能力。奇怪，我的超能力宝石怎么没有发亮？这样桃树就不会开出桃花，这样黄鹂鸟也不会歌唱，还有老鹰和斑鸠也不能按照天气飞回自己的家，这样大地会变得很无聊啦。哎呦，有没有谁可以帮帮我？有老鹰哎！我们赶快到秘密基地帮守护神想想办法。手脚并用，手脚并用。啊，很棒！你们可以往前走。周围的树莓开心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它是淡水河的小支流，就在竹围国小的后山。很凉吗？对呀、啊，鞋子湿了没关系，回去再换。现在只好看，在金菊这个节气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守护神？哇，我可以直接拉。哇，对。桃花开了，桃始华。这里也有美人蕉。很多很多。我们遇到麻烦了，很多的小花曼泽兰把大家缠住了，快找大地精灵来帮忙。这个小花曼泽兰，它会把整棵树包起来，然后缠死它。你们是不是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？我们来讨论一下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个小花曼泽兰。它虽然很强壮，但它的强壮是用错地方了。可以把它煮来吃，或是放在家里这样子插着，或是捆东西。会攀岩在那些大树上面，只是为了要获取更多阳光和养分，但他们没有考量到大树的感受。我们先来帮忙拯救大树，移除缠绕的小花曼泽兰。接着把小花曼泽兰想想看，让他们可以善用自己的力气，发挥更好的作用。那个要剪一下了。我们希望待会每一个人做一个自己的小花曼泽兰能量环，可以装饰一些你想要装饰的小野花。我们决定做个美丽的小花曼泽兰能量环，也许可以帮助守护神恢复超能力哦。先把小花曼泽兰整理整理，再把它们一圈一圈的圈起来。哦，对，我就是要这样用。哎，可以做成项链耶！剪刀。用树藤把圈圈固定好，用采集来的化妆饰把花固定在能量环上，整理整理，弄得美美的。也可以用其他叶子装饰哦。黏黏的，你觉得黏黏？这两个都很麻。这样美丽的小花曼泽兰能量环就完成喽。还可以玩套圈圈的游戏耶。对了，我们来把能量环套在守护神的超能力宝石上，看看会不会发亮。哇，能量环太轻了，没办法飞，需要改造一下。麻烦。哇，还差一点点，再接再厉，继续尝试，大家加油！耶，套中了！我的宝石亮了一个，第一个宝石的超能力桃始华，就是能让桃花盛开，粉嫩的桃红色真好看，也就是金菊出后，好香哦，是什么味道？我要去节气餐桌补充能量。节气餐桌，剩下的小花曼泽兰还能做什么呢？做成可丽饼，
这些都是柠檬花，你看还有点粉红色的，都烂掉了。然后好像真的吗？香草精灵要带我们找找，在金池这个节气还有什么当令食材可以一起运用？尝尝看，这个还蛮嫩的。这个是川崎，它的触感啊跟一般的滑滑的不一样。等一下带回去做成可丽饼的馅料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分三组。这么大兔子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而且都比较完整。哦，这个是香椿嫩芽，是红色的，长大了之后就变绿色。那我们在吃这个香椿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摘它的嫩芽。有没有香香的味道？闻到了薯条的味道。薯条的味道。大家把采集来的食材分配好，我们要来做小花曼泽兰可丽饼。先帮忙剥。我们还准备了当令的枇杷，可以做成甜的。川崎可以做成咸的哦，加水榨成汁哎，啊你先剪，先把小花曼泽兰剪碎。那你可以帮忙剥一下，加水榨成汁，把渣渣过滤掉，加入面粉跟糖搅拌均匀，加入鸡蛋。将枇杷剥皮，是用刀背，然后从枇杷上面这样轻轻的这样刮，帮它按摩一下。它其实是要让它剥皮比较好剥。它的行程也是一样，去按摩它。将枇杷压碎，拌成果泥。甜的。搅拌均匀很重要哦。开火喽，先把奶油融化。倒入小花曼泽兰面糊，再淋半。锅子转一转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可以翻面了吗？还没还没，它这个上面那个。有人帮我。翻面后就可以放入馅料喽。哇，火太大，都冒烟了。起锅喽。知道吗？那你要加那枇杷酱，要很烫哦。那你先帮我们把奶油加上来。小花曼泽兰可丽饼完成喽！我们要先来谢饭哦。感谢金植这个节气，让我们有这么丰盛的一餐，很好吃。开动喽！这个只有贼贼的在要来吸收我的能量。大口咬下，自己做最好吃的。张嘉玉呢？整头谢谢你们帮我做的那么好。张家太多，行家太多了。好吧，好吃，太好吃了吧？我把金子的能量吃进肚子里喽。我的超能力又恢复了一些。第二个宝石的上力，黄黎明，就是能让黄黎明啊开始唱歌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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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就是金植二号。剩下最后一颗宝石没亮，我感应到了，好像有大自然的密码。再去玩五天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守护神呢？风精灵要带我们去探索，找找看。在竹外国小的校园里，有没有大自然密码？大家就去找出自己的大地密码，然后大家要带着一个动物的视窗去找寻密码。很小的包包，真的太漂亮了。我闻一下它的味道，闻一下它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草绿味。你觉得它会变什么？蝴蝶吧，像毛毛虫一样趴在地上寻找密码。它记录起来。三叶的，但是它的叶脉也很大。它的叶脉是倒三角形，有的叶脉是倒三角，有的叶脉是正三角。哦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大树上面有不一样的密码吗？像松鼠一样爬到树上寻找密码。小石头也很有趣哦。摸摸看，闻闻看，记录下来。
来，风精灵要教我们用声音制作密码。我们刚刚不是有记录下定密码？你要把它设计一个声音动作，用身体发出来，用嘴巴发出来都可以。我找到了碎花，还有树叶倒下来的枯干，一些小小的花，大树还有叶子，还有毛毛虫。掉下来，地上一堆小的果子，果子落到地板上的声音，叶子飘到的声音，那是那个叶子啊，摩擦。走，滑。爱心的滑滑。这个石头。第一个。全部的声音，每个人找一个声音，然后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小音乐会。为大家带来好听的表演。我们的身体都很有节奏感，都可以发出密码哦。小红绳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感受到静止这个节气喽。我的超能力全部都恢复了。第三个宝石的战力，鹰化为鸠，就是能让老鹰悄悄地躲起来孵蛋。制服的鸠开始鸣叫求偶，也就是惊蛰三号。谢谢小朋友帮忙移除了小花曼泽兰，让他们不会过度生长影响其他的植物，还发挥超能力把小花曼泽兰做成能量圈圈和好吃的餐点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你跟这些小朋友一样也拥有超能力了吗？一起来发挥你的超能力。要送你们每一组一个箱子。我有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用今天学的六感体验，把守护神的超能力做成动画，做成动画，这样超能力就不会消失了。来做动画喽，做动画，耶！陶始华，陶始华，黄黎明，黄黎明，鹰化为鸠。要打雷咯，我们下个节气见。